630年，唐帝国突袭阴玄，俘获协力可汗，灭亡东突厥，100余万突厥部众臣服于鲜卑血液仍未冷却的唐国皇帝，尊称之为天可汗。668年，经过数十年血腥战争，中国唐王朝终于灭亡立国705年的满洲国家高句丽。尽管唐帝国武力征服满洲南部，却根本无法按照对待中国顺民的方式有效管理封建性自由中成长的满洲人，遂于南满设立安东都护府和都督府，由高句丽末代君主宝藏王高藏担任名义长官，勉强羁縻高句丽移民、突厥和高句丽的王国，使得内纳与东北亚出现短暂权力真空，而满洲西部和北部更为彪悍不羁的契丹人和末节人，则在满洲权力真空期迅速壮大起来，撑起满洲自由的天穹。而高句丽移民和封建旧部的复国斗争，更是夙夜匪懈，枕戈待旦。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在巅峰之上迅速江山变色，灭亡高句丽的狼烟刚刚熄灭，大权就已经落入女主万姬手中。则天武后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通过政治手段逐渐瓦解长孙无忌等鲜卑后裔的关陇集团，进一步去内亚化，完成了鲜卑帝国的中国化。尽管唐高宗武后一朝对满洲和突厥都取得了回光返照式的军事胜利，但伴随着鲜卑征服者的中国化，均田制的破坏和封建性府兵制解体，中国的武德武运正在一代人之内加速走向终结。东北亚的南满油烟地区即将又一次对中国洼地形成高屋建瓴的秩序碾压。670年，大政治家洛登旦之子、吐蕃第一名将论亲陵率军与薛仁贵的唐军在青海大飞川展开激战，一举全歼10万唐军，控制吐鲁浑和安西四镇，拦腰斩断唐帝国的内亚交通线，唐帝国毕业被斩，遭受重创。论亲陵一生30年征战，歼灭唐军合计40万，堪称雪域战神。而东北亚高句丽旧臣建谋臣则趁机拥立宝藏王外孙安顺，仅仅灭国2年后，高句丽便顽强复国。尽管这次复国未获成功，但唐帝国东西受敌，左支右绌，无力在平壤立足，不得不将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城。唐国由渤海郡王高侃出任安东都护。高侃曾任瀛州都督，高侃之孙及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从小与父兄在南满长大的高适在瀛州歌中写道：瀛州少年燕原野，狐裘朦胧列城下，龙酒千钟不醉人，狐儿10岁能骑马。瀛州今满洲辽西朝阳市，即古龙城，唐平卢节度使治所，曾是慕容氏鲜卑和高氏高句丽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北燕三燕故都。高侃渤海高氏，出自鲜卑帝国北齐皇族，为齐神武帝高欢后裔，此时距离北齐帝国灭亡不过90余年。渤海郡高氏与高句丽高氏，渤海郡与即将兴起的渤海国虽然不能混同，但冥冥之中还渤海圈的名系和种质，其关联性乃至同源性上却可窥一斑。瀛州地区从红山文化和轩辕皇帝以来就是内亚、满洲、
幽燕各族群的交通重镇，汇聚枢纽，鲜卑、燕人、高句丽、突厥、粟特、回鹘、契丹、锡人、漠节等族群在这一地区自由交通，融汇杂处，塑造了远东最富多样性的内亚印欧血缘，最为特殊的地缘文化和最为卓越的军事力量。唐政府为了防止高句丽复国，强行将之前忠于高句丽的部分漠节人迁至瀛州一带。当时作为粟末漠节部落首领的齐启仲相与其家族在瀛州生活了近30年。齐启仲相之子大作荣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漠节及历史上的肃慎、翼楼、卧举、兀吉，漠节人最早的记载是《魏书》卷100《兀吉传》。当时的漠节刚从北方迁移至肃漠江流域，即松花江的另一种转写。之后，一部分臣属高句丽，一部分迁至辽西，与众多内亚部族杂处。不满于中国化的苛政和对自由的渴望，七世纪的南满、幽燕地区再次酝酿着惊涛骇浪，其势能丝毫不亚于六世纪摧毁鲜卑帝国的六镇风暴。681年，唐帝国违背降者不杀的承诺，蛮横处死了突厥可汗阿史那福面，协力可汗的后裔阿史那古多禄率部举义反抗唐帝国暴政，东突厥在被唐灭亡50多年后复国，史称后突厥。同年，宝藏王因暗中与大作荣等忠于高句丽的漠节旧部联络，谋求复国，被唐国察觉，遭流放剑南，一年亡故，其遗体收葬于长安，陵墓与协力可汗相邻。685年，在突厥大魔主吞玉骨的辅佐下，后突厥汗国联克唐军，收复了整个漠北，恢复了东突厥汗国版图。唐帝国只能将安北都护府南迁至桐城，实际已经形同虚设。至此，除了安西都护府与吐蕃拉锯战中尚存一针之力，所谓三大都护府均昙花一现，摇摇欲坠。690年，女皇武则天灭李唐，改国号为大周，史称武周。随后李唐旧臣徐敬业举兵反叛，尽管很快平息，仍给武周政权制造了一定的麻烦。696年，瀛州地区归附中国近50年的契丹八部遭受灾荒，东夷都护瀛州都督赵文慧非但守仓岭不予赈济，反而趁势欺凌契丹人，无视封建性契约，将契丹各部当作中国人一样奴役和羞辱。契丹八部共主大贺部酋长吴善可汗、大贺晋忠以及其内兄孙万荣愤而起义，一举攻陷瀛州，杀死赵文慧。满洲各部族苦唐久矣，群起响应。肃穆末节首领齐启仲相和白山末节首领启四比宇也投身义军。短短数月，义军人数扩充至10万，势力蔓延整个和硕地区。武周举国震动，派遣大军讨伐，目睹了关陇集团的瓦解，外强中干的武周已经开始用死囚充军。大贺晋忠对其无人可用的虚实了如指掌，不以示弱诱敌深入，在黄章谷之战设伏全歼周军。同年，晋忠不幸病故，义军由孙万荣继任可汗，继续攻城略地。武则天再遣宰相王孝杰统军18万前往镇压，
与丁万荣统帅的满洲联军在东峡石谷展开决战，王孝杰被击毙，周军全军覆没。不得已，武则天只能舔颜向刚刚复国、取唐军、周军如羊犬的突厥人乞怜，用丰厚的财货哀求后突厥汗国驻剿满洲义军。和六镇起义中破六韩拔陵的命运一样，突厥人的加入使得战局瞬间逆转。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可汗孙万荣壮烈捐躯，契丹人领导下的满洲各部族大起义被镇压。满洲幽燕各部族的瀛州起义如同波伊奥里克斯调动伯德的日耳曼联军、斯巴达克斯的决斗士、维琴托利的高卢、破六韩拔陵的六镇，尽管失败，仍然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巨大冲击，推翻了第一块骨牌。此后，契丹与中国势同水火，转而投向突厥人。镇压起义后，武义宗等周将对本已放下武器的契丹降兵进行大屠杀，皆以为反，生寡取其胆，奏河北百姓从贼者尽诛之，血海深仇进一步激起满洲和幽燕各地怨愤，反抗从未停歇，并为50年后的安史之变埋下因果。在对满洲各部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武周对参与起义的末节人采用分化招抚政策，试图以口头恩惠加封起四比羽、齐起众相为公爵。此时齐起众相病逝，起四比羽言辞拒绝，决然东归，准备恢复高句丽的国祚，但被降州的契丹大将李凯布追击，壮烈阵亡。698年冬，齐起众相之子大作荣率肃莫部、白山部、末节和高句丽移民重返故土，至东牟山。李凯布邀功心切，赶尽杀绝，追击至天门岭。满洲永世为奴，还是重获自由，在此一役。大作荣背水一战，各部众志成城，气吞山河，以30000满洲联军全歼周军120000。李凯布即以身免，披马难逃。此后，中国再无力量发动灭国战争，染指满洲。而契丹、渤海、突厥皆知能替中国征战的鲜卑人都已耗尽，从此转守为攻。不但突厥满洲复国重生，如化的幽燕河北也逐渐形成独立王国。天门岭之战是满洲力压的条顿堡森林之战，奠定了此后1000年满洲的自由独立。大作荣随后在呼汉州敖东城建国称王，以镇国为国号，也称为镇国或末节国，自称镇国王。镇在卦象中代表东方，意为东方之国。705年，李唐旧臣发动神龙革命，武则天被迫还政于唐，李唐复国。713年，大作荣将国名由末节更改为渤海，以呼汉州为上京，史称渤海国。大作荣是为渤海高王，实际在汉字古音中，摸和波是存在辅音迁移的，所以渤烟、扶余、末节、渤海、满洲实际都是同一个词的转写。由于已经习惯中国的出尔反尔，渤海在外交上偏向结好内亚强权，常与契丹、突厥汗国结盟，以应对最大的威胁唐帝国，同时保持与新罗和日本的友好关系，
由于满洲与韩半岛的特殊渊源，渤海与新罗一直被视为南北朝，而与满洲西部的契丹则形成东西国的态势。渤海作为内亚、东亚、太平洋、缓冲区和十字路口，恰好是所有势力的交集，在平衡外交中图存，在贸易活动中获利。719年，武王大文义即位后，建元为仁安，是满洲国家历史上最早的年号。726年，唐国蛮横推行月饼外交，直接向黑水末节派出使者，意欲联合北方黑水部以及南方的新罗，对渤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黑水部素来为满洲卧榻，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等同于宣战。为牵制唐与新罗，武王派遣高仁义出使日本，谋求建立军事同盟。第2年，日本也遣使答谢。渤海遣日使共计36次，日本遣渤海使共计14次，其交往频繁，远远超过日本遣唐使19次。满日两国文化交流盛况空前，渤海对日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便利。很多唐国文化因素实际是通过渤海转进至日本。相比周边强国，特别是中国对渤海的威胁甚至是灭国，以及和新罗契丹的长期对峙，满洲和日本在历史上始终相安无事，世代友好。732年，渤海与唐关系恶化，武王帝大文义因清唐叛逃至唐国，武王遂派将军张文修率领水军跨渤海湾进攻唐朝登州，并斩杀了登州刺史韦俊。唐国派兵反击时，渤海军已安然返航。第2年，新罗受唐挑唆从南方渡鸭绿江攻击渤海，由于大雪，士卒死伤过半，无功而还。此时契丹已经占据了辽西交通要道，唐国再也无力直接对渤海用兵，不得已为向渤海示好，将大门义流放岭南，但又暗中召回。武王派遣刺客诛杀门义未果。武王晚年，两国关系才逐渐解冻。733年，契丹屈烈可汗和名将可突余与唐爆发冲突，一度攻陷安东都护府，掳走安东都护。渤海联合契丹突厥，在都山大败唐军，斩首6000。但随后，契丹屈烈可汗和可突余被叛徒刺杀，联军退走，东北亚地区形成僵局。唐国自知无力远征突厥渤海，遂专门针对近处的契丹和西人进行打击，在军事力量上主要依靠瀛州幽燕地区的各部族士兵。时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义子、瀛州粟特人安禄山走上历史舞台。737年，文王大亲茂即位后，改善了与唐国的关系，东北亚局势稳定下来。渤海国疆域涵盖整个满洲东南部和韩半岛北部，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对日本关系则逐渐淡化了军事联盟内涵，而以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为主。渤海国对于唐朝与日本两国的贸易都是采取朝贡贸易的名义。由于日本一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朝贡体系，对于来自渤海国的货物往往给予数倍的回赠，甚至使当时的日本财政受到了影响。日本不得不制定了12年一次的限制，对中国的贸易情况类似。立国200余年间，
渤海出使中国商团达143次之多，每次使者数十人，最多时120人。渤海利用唐与日本朝贡体系，游走期间获利丰厚，巨额的贸易顺差逐渐培养了实力的官僚体系，渤海行政国家因此也迅速扩张规模，在体制上逐渐走向中国化的吏治国家，成为腐蚀满洲自由传统的慢性毒药。百日贸易按交易地点分为平安京贸易、登陆地贸易和大宰府贸易。所谓平安京贸易，就是渤海使臣将方物、土毛等献上，再从日本朝廷得到赐禄的所谓朝贡贸易方式。在渤海使节抵日后，并不能全员进京，为获准进京的这部分使团成员就停留在登陆地，过了归国出航地，一般为能登、加贺等地，他们趁机从事私人贸易，这就是登陆地贸易。大宰府为部分渤海商人打着大唐商人的旗号活动，拉动了渤海以大陆江南地区为中介的面向日本九州的民间贸易，规模可达上千人。渤海的造船业和商队十分发达，满洲人从事远洋航行比中国的郑和远航早600年，每次使团通常数百人，多时千余人，而同时期中国商船都是单船出航，最多不过60余人。日满两国的往来一直持续到渤海灭亡为止。文王统治后期，渤海国力达到极盛，与其父并称为武文之治。高王、武王、文王三代也被并称为渤海三代。和同时期的日本、新罗一样，渤海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大兴元年，渤海派遣使团入唐，前往长安学习大唐开元礼，从此渤海在礼制、政体上大量借鉴唐国。大兴八年745年，后突厥汗国灭亡，维吾尔汗国崛起，渤海与内亚保持一段紧密联系，大量粟特人在渤海国内从事商业技术活动。出使日本的渤海使就有大量来自瀛州、姓安史汤的粟特人，上京、延州等地都出土有来自内亚的玻璃瓶、波斯文铜镜、波斯和粟特银币等等。直到今天，在经历了40年计划生育后，满洲仍有5%的人口，幽兰北部仍有7.7%的人口为阿契白人后裔，即印欧中亚移民。他们在满洲诸古前期经济技术进步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畅通便捷的对外交流推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渤海专门设置铁舟、铜舟，扬州出土的一批渤海刀，在年代和工艺上分析，正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日本刀的前身。日本的马匹也是从满洲输入。公元755年，唐国安史之变爆发。安禄山为世代生活在瀛州（今满洲朝阳）的粟特人，本名鸭落山，突厥语“斗战神”的意思，或者就是马其顿战神亚历山大大帝的专写。安禄山与杨国忠的政治斗争中失势，为求自保，被迫举兵重建燕国，这也是东北亚历史上第9个燕国。攻占洛阳后，自称雄武皇帝，谥号光烈皇帝，年号圣武。安史燕国与前燕、后燕、北燕一起，均属于满洲和幽燕共同的一部分历史。安禄山同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着东亚、
甚至东北亚200万最精锐的军队，唐帝国直接掌控的军队则只有13万。此外，大量粟特和诺亚商团为此提供了巨额的财政募资支持，但安禄山对局势过于自信，将战争目标定位为灭亡唐帝国并取而代之，则失去了独立复国的正当性，造成了麾下大量幽燕和满洲士卒白白牺牲在中国内地，得不偿失。战争进行了8年，唐国初期一溃千里，两京尽失，唐国皇帝父子龟缩于西北一隅和巴蜀地区，只能复制之前用过瀛州起义的办法，再次祈求突厥的继承者回鹘人救命。燕军占领洛阳、长安期间，基本秋毫无犯，攻势完好，也没有滥杀。而唐国借助回鹘收复长安、洛阳，主动开出条件，竟然是许诺回鹘合法劫掠三日。克城之日，土地世数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鹘。回鹘入东京，四行杀掠，死者万计，我累寻不灭。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城，也是在唐国末年自己的将领朱温下令夷为平地的。唐国睢阳守将甚至在战争期间将城中所有平民和伤员杀死作为军粮。尽管燕国最后在回鹘和唐国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目睹了唐国金玉其外的文化传统和不择手段的作为，使得内亚、东北亚各国对唐国更加厚实。尽管名义上唐国灭亡了燕国，但实际是和安史旧部达成了停战协议，和硕名义上臣服，实际武装自治，行政独立。和硕三镇的军人和早已内亚化的民众，仍将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视为军神，尊称为安史四圣，建立四圣神社供奉。此后继续由安禄山旧部治理的和硕三镇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在此带动下，各地节度使纷纷自治，朝廷甚至无法派遣官员到地方，唐帝国残山剩水，名存实亡。渤海在安史之变期间极为谨慎冷静，竭力避免了与地缘文化相近的燕国手足相残，又审时度势，精神上表达了支持唐国的态度。因此战后，唐国除了顺水人情，承认渤海国独立地位之余，只能在文字游戏中以册封的说辞寻求中国式的精神胜利。文王在位57年去世，仅少于高句丽长寿王78年、清圣祖61年和清高宗60年，是满洲历史上在位时间第四长的国君。由于太子大红林在文王之前去世，其叔父大元义及武王的右臂趁乱即位，被称作废王，渤海进入了动荡时期。废王由于年老昏聩，刚刚即位便残暴好杀。同一年，大清茂之孙大华宇与国人发起反叛，杀死了叔祖大元义自立。废王在位不足一年，中兴元年，大华宇在准备重返上京龙泉府期间因病逝世，在位时间不足半年，视为成王。由于成王年轻无后，由他的叔父文王的另一个儿子大松林继承王位。渤海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经历了4位国君。正历元年，在唐国的支持下，大松林取得了权力游戏的最终胜利。大松林在位期间结束了大清茂死后的动乱，
渤海国又开始正常发展。由于大松林谥号康王，史称康王反正。康王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定王霸元于、西王霸延义和简王霸明忠先后继位。这一时期，渤海和唐的关系日趋紧密。简王霸明忠去世之后，高王大作荣一系绝嗣，大作荣的弟弟大野伯的玄孙大仁秀继位，即宣王。宣王大仁秀在位期间，年号建兴。宣王重在武功，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霸水，筑长城300里，同时向北收服其他末节部落，如铁力、安车谷、伏灭、鱼楼、月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末节，将新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疆域达到极盛。时载宣王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靖宇有功，渤海被尊称为海东盛国，雄踞东北亚。晚唐时期，中国军政割据，中央财政衰弱，对外援助乏力。846年，内亚霸主回鹘被索部霞加斯灭亡，内亚出现权力真空，契丹继承部分回鹘遗产，迅速崛起，渤海失去百合空间和对象，契丹对渤海内亚商路形成强劲阻隔。上述因素交织，渤海商贸收入下降，逐渐出现财政危机。原来由贸易顺差供养的仿中国式行政国家的顺风期过度扩张，但由奢入俭难，已经无力排干沼泽，社会危机加剧，对地方控制力下降。本来就习惯封建自由的满洲各部族开始武装自治，龙泉府的官僚号令渐渐不出上京。建兴12年，宣王去世，由于太子早亡，孙大仪震即位，即和王。和王在位期间，进一步模仿唐国，实行募兵制，建立神策军，渤海军队数量庞大，建国之初有胜兵数万人，到渤海后期则是兵数十万，史称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足见其军队战斗素质很强，成为海东盛国的重要支柱。咸和27年，和王去世，其弟大前晃即位。安王大前晃在位期间，渤海国力越发衰落。安王去世后，其孙大玄熙即位。893年，渤海景王大玄熙去世，大伟协嗣位。896年，王子大丰毅到唐国进行朝贡贸易，当时新罗真圣女王的使节也在长安。渤海新罗两国发生争夺席次事件，尽管唐帝国各地已经纷纷独立，但形势上仍是大国。唐昭宗裁定新罗居上，大丰毅居次。新罗学者崔致远于是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其文辞之间对唐帝国的卑躬屈膝和对同属东北亚青邦的侮辱，令人叹为观止。但此事也表明，当时渤海的国力已经式微，同时这种对立也标志着中古时代满洲国家和韩半岛国家的分化。
1906年，大伟协去世，大殷传即位。第二年，唐国便被朱温的梁国彻底灭亡，中国进入五代乱世。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安史旧部沙陀人即将开始主宰中国。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大契丹国，建元神策。由于回鹘汗国解体西迁，汗国灭亡，契丹再无约束，开始集中力量对渤海进行攻略，志在统一满洲。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几十天内攻陷防御重镇扶余府，渤海上京龙泉府门户洞开，契丹皇四子耶律德光为先锋，为龙泉府呼汉城，大殷传投降，渤海国灭亡，帆船15世，229年。仅仅7年后，渤海的宿敌西罗也灭亡于王室高丽。东北亚和东亚的历史进入全新的时代。渤海国灭亡后，辽太祖封长子耶律倍为登丹王，统治渤海腹地。渤海移民出现多个政权尝试复国，但很快被契丹兼并。渤海彻底灭亡后，一部分渤海大氏贵族流亡高丽，改为派系，因此契丹与高丽关系紧张。渤海国是满洲历史上重要的积累期，恢复了高句丽国祚，延续了满洲国家的传承，经济、文化、军事技术上逐渐积累。渤海集权封建并存的二元制国家的嚣张，对整个东北亚政治生态起到了深远影响。尽管大部分资料按照满洲封建习惯称渤海国君为王，但实际渤海君主已经称帝。渤海控制疆域辽阔，多民族共处，有行政国家，也有封建藩属，是东北亚的核心，名副其实的帝国。真孝公主、真惠公主墓志有“皇上罢朝心痛，必请持玄”字句。2004至2005年，在合隆再次出土两方重要墓志：渤海国第三代文王孝义皇后墓志和第九代简王顺穆皇后墓志，明确地称墓主为皇后。后一方碑志中出现了渤海国顺穆皇后及简王皇后太氏字样。由于中国历史叙事习惯于用荒唐的谎言愚弄公众，这两方渤海皇后墓志出土后马上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严密封存。这两块满洲国宝级的墓志不敢对满洲民众公开。同样，渤海皇帝金棺也非常低调地保存起来，因为中国为了永远占领奴役满洲，发明的历史叙事一直称渤海是唐帝国册封的王国，而这些铁证狠狠地打着中国的耳光，未来必将会有更多实物和文献让满洲人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在中国侵略者借助苏俄占领之前从来都是勇士的家园，自由的乐土。中文史籍中的所谓朝贡与册封根本没有中国史学家自欺欺人的政治意涵，本质上就是实力主义冒昧行为。大唐撒币，渤海淘金。海东顺国渤海国对外商路遍布从萨马尔罕到京都的
整个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有五经十五府，其中的五个重要的经府分别与渤海国对外交通的五个方向密切相关，分别是扶余府的契丹道、东京龙源府的日本道、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瀛洲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黑水末节道。契丹道即黑雕之路的起点，粟特人从东北亚当地的土著民族那里购买贵重的黑雕皮毛等商品，然后运回河中萨马尔罕等地。萨马尔罕的东门就叫做契丹门。在萨马尔罕的王宫壁画中，有两位戴鸟羽冠的使者，他们是来自满洲渤海国的使者或者商人。他们开拓的贸易之路，从一开始就被称作黑雕之路。黑雕之路是从今天中亚出发，经过阿尔泰山区、南西伯利亚、蒙古西部，到达色楞伯河流域，并由此经霍尔图河上游前往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的线路。沿水路可以到达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直至满洲内陆。通过黑雕之路，中世纪的满洲得以同中亚、伊朗、欧洲等民族进行文化、技术上的传播与交流。日本道是渤海使者出访日本的基地，从龙源府出发，由延州出海，横渡日本海或者沿韩半岛海岸航行前往日本。朝贡道是渤海国与唐国相联系的通道，经过鸭绿江流域的西京，辗转渡黄海，经山东半岛进入中国内陆。瀛洲道是取到瀛洲前往中国直通唐都长安的陆地交通线。渤海使者由上京龙泉府，经救国取到长岭府，抵达盖牟新城，到达瀛洲，再由瀛洲越过古北口前往唐都长安。在契丹突厥以及安史之变后多次折断，渤海与唐的使者商团转进鸭绿朝贡道。渤海通过南京南海府与新罗都城保持陆海交通顺畅，陆路上有驿站相连，海路则紧靠海岸线，行程短，安全性高。渤海国的北方是末节诸部，其中黑水末节最强，独立性最高。渤海国九世纪初期以后威压诸末节，渤海与黑水末节的交通线路则被称为黑水末节道。渤海文化既属于内亚文化圈，也与新罗、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同时又发表了自己独特的兼有游牧、农耕和海洋的满洲文化。渤海实行五经制，先后定都东京龙源府、中京显德府、上京龙泉府，其中龙泉府呼汉城模仿唐国长安城格局，但渤海王宫则效法了高句丽、安贺宫的形制。渤海上京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市，在远东规模仅次于中国的长安、洛阳，而频繁的迁都显示了渤海官僚系统的扩张和试图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这种效法中国的大政府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渤海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官僚体制的腐败和僵化，不但皇室权力斗争频繁，政局动荡，在资源调配、战争指挥上也不再灵活。
在封建性较强的时代，高句丽一个要塞或者城主就可以抵挡中国入侵的百万大军，而封建性削弱的渤海则在几十天内就被契丹灭亡，首都行政中枢一旦被斩首，整个帝国即告终结。渤海遗留的文字资料非常罕见，从未做到书同文，各民族仍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公文与外交语言为汉语和日语以及突厥语，日本也派使者学习过末节语。渤海虽然使用汉字，但一部分类似和制汉字的渤海大字为渤海独有的国字。文传府朝廷醉心于中国的儒学，成了渤海学习唐文化的主要内容。渤海国掌管行政最高机关正堂省的六部均以忠、仁、义、礼、智、信命名。渤海还专门设有咒子剑，咒子一词即出自尚书，咒子剑相当于唐的国子监，对贵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渤海的儒化过程类似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即派遣留学生等团体向中国主动学习后带回国内。渤海文学受唐文化影响较深，虽然存世作品数目有限，但渤海贵族文人撰写的书表壮叠，文采斐然，丝毫不比中国人逊色。在青帮日本保存的文献中，记载有诸多渤海、日本两国之间的国书和渤海诗歌。渤海书法传承了自好太王碑以来的古朴、大气、敦厚、凝练，显示了不同于中国的风格。渤海真孝公主墓志为庄重典雅的正楷书法，渤海绘画仅有墓葬壁画存世。海东异史记载名为大简之的渤海画家名扬东北亚，在真孝公主墓的壁画中还存有弹奏拍板、箜篌和琵琶的乐伎形象，且渤海乐传入日本和中国，在日本保存至今，成为雅乐的重要部分。渤海人能歌善舞，年节集会跳踏锤舞，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善舞者数倍前行，士兵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婉转，号曰踏锤。渤海为了弘扬佛法，兴建诸多寺院，在上京地区可以确定的佛寺有十处。除了佛寺，渤海也兴建佛塔，直至今日，渤海塔仍然屹立在目前的长白县。宁安县渤海镇南大庙也保存有完好的渤海石灯床。渤海虽然没有留下佛教的典籍，但在上京龙泉府遗址、珲春巴林城遗址、合隆等地均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佛教文物。民俗方面，渤海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男性不纳妾，女性地位平等。松墨纪文记载，为坚持一夫一妻制，妻子们自愿组织起来，结成十姐妹联盟，互相监督联盟内每一个人的丈夫，共同捍卫联盟内各自婚姻，采取的是简单残忍的报复手段，文则必谋制毒，死其所爱。同属满洲国家，实在渤海民俗与高丽、契丹略同，因此被契丹灭亡后，渤海故地形成封建自治的东端国。渤海移民并没有如高句丽被唐国灭亡时的激烈抗争。
渤海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尽管地图上的行政区划众多，但有效的税源并不丰富。渤海三代时期，冶铁业和农业高度发达，航海业则是当时的领先水平。满洲物产素来丰富，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土、南海之昆布、乍城之豉、扶余之鹿、莫杰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卧州之棉、龙州之绸、内城之铁、卢城之稻、梅陀湖之戟、国有九都之里、乐游之离。其中卢城之稻是由满洲人培育的最早的生长在火山岩的亚寒带稻米，直到今天，满洲大米仍然是最上乘的米。渤海从文王开始不断学习模仿唐国，导致中国化的吏治政体不断蚕食旧有的封建秩序，行政国家的扩张腐蚀了社会的活力和自由的德性。帝国末年，地缘形势和自然环境都发生巨变，渤海宫廷仍然不顾上天的启示，继续内部权力斗争。天时地利人和尽失，灭亡也就不可避免。十世纪初期，长白山火山活动开始频繁而剧烈，其中最大的一次喷发造成整个韩半岛覆盖了一层5厘米的火山灰，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出现了天一灰的奇观。地质活动和极端气候造成农业严重减产，也造成渤海对抗契丹时的力不从心，上百个城市的人口流离迁徙。契丹灭亡渤海，统一满洲，满洲四大民系协和共荣，一个统一强大的满洲版图终于成型。东北亚千年磨合酝酿积淀，厚积薄发，开始自成一体，独立于内亚，并能反过来反哺内亚、征服内亚、经营内亚、制霸东亚，如同亿万年的地火循行，在满洲神山长白之巅喷涌而出，一鸣冲天，令世界为之凝神定息，肃然摇摆。满洲历史即将迎来中世最辉煌灿烂的绽放，辽金世界帝国在雪域北进，破冰而出，君临万邦。Thank you.